一信之后更不再疑，为什么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一信，你说在无量劫的永不休止的轮回当中，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一信，这一信极为难得。我们的内心都是充满着无明黑暗，充满着世间的恩恩怨怨、贪嗔痴慢疑，这个一念的信跟信力是出不来的，完全障蔽了。那么夫人在今生，我们还真是无量劫啊，稀有难逢之一刻了。夫人让我闻到的净土法门，夫人让我产生的一念信心，这一念信心肯定你猛然的听了之后，不是经过你逻辑思维，是你的善根的发露，是你的自信的般若智慧的那种闪了一下，这是你的整个的自信清净的那个善根和这个净土法门的这种超越性的不可思议的法门一下子契合了一下，就是触电了，触了一下电了，冒出了一线佛光了，这时候你产生信心了。这个信心是限量的，这个信心没有你我考虑考虑一下的，你经过考虑就不行了。怀疑又来了，像潮水一样过来了。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个难得的稀有的这一信，这一念的信心产生之后更不在意。为什么更不在意？因为我们一信之后，那个难得的特定的时空的那个瞬间的碰撞产生之后，那个时空颠过了以后，那我们又回到了日常的那种心理和思维的状态，再用那种思维状态再去想这个净土法门，哎呀，哪有这回事啊？这就有点王羲之写《兰亭序》啊，他就在那个特定的情况下，那种秋高气爽，各种有缘的人会在一起这个流水曲香曲霜，在那个时候，在微醉情况下，写下来的，并且他写的时候是以写草稿的形式写下来的，那写下之后，等到这个过去一看，还蛮好的，蛮好，他就觉得我要写个正本的东西。殊不知他写任何正本东西都写不过，都超过不了那种他认为随手写的草稿。那就是那一瞬间，他在那种特为特殊的状态当中写出来的，在那个状态没有了，稍纵即逝了，你再要写出那种水平，不可逾越，不可重复。所以你这个尊重这一信一念的信心，抓住它，不再怀疑，不仅对自己的这个怀疑心起来，你要把它阻断。那别人怀疑很多，这个别人就更让你怀疑了。哎呀，你怎么能相信这个呢？这没有道理啊，你孽障深重，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呢？那可是十报庄严土啊，那是法身菩萨才能去的地方，你看看你的样子，你能去得了吗？他一想，是啊，这个我是去不了，我孽障太重了。但是信心里面你是要相信，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大恩赐，他就让我孽障深重的人去啊。我不在意呀，又有人说，这个经典当中说，我们信愿念佛，当下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
就有一朵标着我们名字的莲花。这怎么可能呢？你想一想，是不大可能呢。我一念心能怎么能超越到十万亿佛刹之外去呢？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的名字贱名还能到极乐世界？这个写上莲花上，我自己都信不起呀、啊。我有那么高贵吗？哎，又开始怀疑了。再有人说你的福德这么浅，到寺院捐就是捐100块钱，你怎么去得了啊？一点福德都没有啊！那这个各种怀疑都有，所以这个太重要了。